登風暴呢來到第四集 P 風暴啦 ，V 咧就係 prison， 咁今次咧陸志廉會入去坐監追查，懲教署一個系統性嘅貪污喺度。阿林峰飾演嘅導演係我一個調查對象嚟嘅，除咗接近佢之外，我係要不斷搜證咧，睇下佢點樣賄賂監獄裏邊嘅職員啦。今次嘅分工咧係有啲唔同嘅，古仔咧就需要喺監獄裏邊查案，我就喺外邊繼續查案啦，同埋導演嘅職能。做呢個角色其實非常之狼死嘅，一路都 plan 住報復，有好多靚啊，所有人都聽曬我支笛嘅。你見到我可以話我的角色係當時俾阿古天樂拉咗入嚟啦，咁樣坐。咁今次就係破壞咗個大事。古天樂佢又嚟兩幫，點樣達到佢嘅目的？林峰佢亦都小心翼翼，而阿林家棟咧更加增加到六件嘅難度。咁所以我哋都發生咗衝突啦，就係咁樣我哋揭開咗我哋呢部 P 風暴嘅序幕。我哋想拍到喺監獄裏面嗰種打交方法係真係比較真實啲啦，咁所以其實都唔係想拍個招式化嘅，咁全部都好現實生活中嗰啲係隨手揦埋個劇裏，隨手揦埋個打。你知男人一拍呢啲戲咧，好容易萬力會用多咗，戒保術知道講啲位講得好清楚，咁所以每一個鏡頭都係充滿壓迫感啊！我以後要我環頭安安靜靜。但是我的故事不可以成日都在監倉裏面，有些情節在內面發生，很多追殺戲嘉永和古仔就是負責去保護我，但是當然大多數動作都是留給型男做，今次就有很多跑動，還會出動直升機在空中追捕，但是今次真的太危險，直升機真的在半空，也都個位置很窄，其實不嬲在小的空間拍一些動作是最難，不過拍出來都非常之震撼，俾我感覺係佢同前三集非常之唔同。如果大家想欣賞嘅話咧，就記得留意啦。